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蔡议员，这件代志麻烦你啊！没啦没啦，对不对啦？请你吧，曾议员，贵宾来啊！蔡议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国邦建设的总经理齐慧敏。蔡议员，多谢你愿意跟我见面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哎呀，民意代表哪会当受累嘞？那风看到啊！是会放公营啊喂，蔡议员，你莫误会啦，我知影你爱啉茶，所以专工请慧敏榨茶米给你啉看卖咧，是我的问题，你莫怪伊啦。哦，呵呵，既然是詹议员的心意，我就收落来哦，非得弄茶来啊。好啦，这样。蔡议员。这是轻轨开发案的计划书，阮国邦建设在规划时阵，就特别注重生活环境的影响。轻轨案唔那是要去除利益，嘛希望会用对人甲环境拢有好处。而且，哎呀，惠敏啊，这哦，恁爸以前拢甲我讲过，我拢真了解。既然议员了解，应该真清楚阮在环保方面的用心。为什么要在议会提出改选环评会，定选环评委员呢？因为有廖伯阿公，恁爸甲这环评委员有无正常的资金来往，我甲几个议员哦，拢感觉背后问题真多，有必要查清楚。这话拢无证据，哪会当证明呢？敢有违法，交予检调机关查看卖就知影。严格查清楚证据，改选环评会，定选环评委员，是议会决定。阮议员哦，领人民纳税钱，当然爱替人民好好监督啊。阮爸在做议员的时阵，你伫经济实质的开发案，即马算因为一个无负责任的吊牌啊，就无爱互伊通过。你敢知影阮国邦建设因为安尼无法度照计划开工，损失足大个。唉，安尼我嘛无法度啊。蔡议员，你可能唔知影，惠敏即马是我的助理啊。真是的。不是听说你退出政治界，虽然七国乡议员当地自家，但过地方也是有真侪人支持惠敏为地方服务。假使惠敏有意思要选后一届议员，阮曾家嘛会挺伊挺到底。俊清，蔡议员，惠敏这届拄着困难，希望你会当出手斗三工。假使以后真正当选啊，大家伫议会加一个朋友，安尼敢是真好。哦，拢是家己人。安尼我就直接讲啊，恁爸当初推动这个轻轨案，讲好要找我做顾问，想袂到伊红乖，这个代志就无消息啦。既然伊讲话无算话，我嘛袂对轻轨案客气啊。蔡议员，你讲的顾问是？
蔡元，我爸给你扛过性。卖讲了很歹听，什么给我扛过？做顾问嘛是有做代志，那无清溪爱为什么一开始遐尼顺利？啊，不是我咧斗相共。我知影，我爸给你的顾问费是偌济？70万，一个月。钱我付。你免先甲恁爸讨论一下。即马阁帮我咧做主，我决定就好。好，我甲伊甲爽快的人合作，就安尼讲定啊。议会迄边你免烦恼，我来处理。我有代志先来去啊。蔡议员，我同意。两位免送啊，恁无用。因为麻烦你送蔡议员。蔡议员，咱明仔载议会见。根本就是趁这机会卡油嘛！贵宾，你哪这么紧就答应伊？清溪案无开工，阮公司的财务压力真正足大，我袂当无答应。恁公司资金调度有困难，要我斗相共。唔免啊，你甲我斗相共足济啊，多谢你。只是你拄只，为啥要讲我是你的助理呢？那是无安尼讲。今日这件代志无可能有结果，我就是要回知影。这件代志我挺你到底，而且我顶届敢是讲过啊，政治的问题都要用政治的手段解决。安怎啦？洪工作是我的助理，感觉伤委屈是无？唔是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有一种。什么事拢做袂到的感觉，和别人扛过这件代志，以前我是无可能答应的。也毋过即马，我无别的选择，只会当接受。慧敏，迄是因为你还无够强，所以大家才会欺负你。假使你当初无退选。现在就是议员了，也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情。要不然刚才你有我这个朋友，我不是说过了，我就是你在议会的分身，只要你有任何困难，我都不能替你出声。多谢你。对了，说到议会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顶届动物安心的补助过啊，所以我想要做一个动物新家计划，就是改建旧的公立动物收容所。我有写一个计划书，你替我看嘛。公立动物收容所一直拢奉讲环境乱糟糟，设备伤旧，所以我希望会当在即届会期身边掏一个预算。你替我看，敢有需要补充的？这份计划书是针对改善设备的建议，无讲到人力的部分。我感觉应该要刷一笔预算来补充人力。果然你看过，马上就发现问题啊！你要提出来慢慢看吧，咱讨论一下。明仔我请张威订写一份计划书。我公司有代志，等我回去处理呢。无你把计划书扎回去，若是有发现啥问题，随时跟我联络。哦，好啊，我先来走啊，再见。总干。欣欣。陈总干无伫啊。陈总干讲伊有代志，下晡要请假，敢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？哦，无，你无用。哦，好。文琪，
你敢回去啊？阿伯。安尼，你即马是伫交换的嘉宾厅哦，无我去找你。毋是，我想要一个人静一下，若是无代志，明仔再出讲。我是跟你讲，我要一个人静一下。伊安尼就叫静一下，就知影你每日才饮酒，所以要减少加来给你配酒。你哪会知我伫遮？你无咧厝里，无咧公司，无咧交换咖啡厅，阁会当去倒？我会记得我们刚搬来这的时候，我跟文玲还有我妈都睡在这张眠床。那个时候我睡在最外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为了半夜方便起来放尿。真不是的，我那当时想说，假如晚上有派人走进来，我睡在最外面就可以保护我妈跟我小妹。后来我才知影，其实才真安全。有真侪阿叔阿姨对阮拢足好诶。有一个当处长阿姐真照顾阮，阁有一个真戆诶查甫囡仔甲阮斗相共。真戆诶查甫囡仔是我，我敢有真戆？来，更真戆诶查甫囡仔。安尼。竞争歹查某囡仔，我迄个时阵，逐工拢会等我妈下班回来。伊为工厂回来了，拢会甲我讲，今仔日伫工厂阁发生什么代志、什么状况，所以互伊无闲甲头壳足戆的。用过大概讲到最后，伊拢会笑笑讲一句：“佳仔，总算拢解决了。”所以我后来了解，其实我妈一直把工厂当作是家己的家底保护，所以之前听到也是讲有人要买新房，我无第二句话，马上就倒来上班，因为我就是要替我妈保护这间公司。不过我今嘛搁安尼做，是不是太自私啊？我妈拢过成遐尼久，文玲嘛结婚生囝，做家庭主妇啊。假使我甲兴华了掉掉，好亲像是为着我家己。万一新闻同意啊，做袂起来，害公司了钱啊，就等于成为我的自私，甲大家拢拖落水，到时阵后悔拢袂晚。你笑啥啦？我心情遮尼歹，你搁笑会出来？你就当作郭彩梅无来找拍讲过，嘛无人想要买咱公司啊！这是什么刀片的心态啊？去年有建商来找拍讲，开一个足悬的价钱，想要买这间旧工厂，刚好边啊迄栋咱的老厝，讲要起大楼，而且你想看卖，即马只有爸、阿妈、周明峰、尤力，甲我五个人住。安怎看袂了，拢会好啊！也毋过把拒绝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感觉这是咱兜的根本，就算咱拢成家，这嘛是一个会当互咱团结的所在。卡输袂了，开搁较侪钱拢买袂倒来，所以伊绝对袂买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？阿姐根本无按算要卖新华，无唔对。安尼为什么要问咱意见？伊大概有啥物重要代志？其实伫心内早就决定要安怎做啊。甲你妈结婚，甲周明峰结婚，成立生产事业部，互伊某来做总干。有倒一届，伊有认真想要听咱的意见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自己想想这白操烦啊？是啊。而且你想看卖，为什么高彩薇要出比市场关注侪介绍来买兴华，一定有啥物理由啊？也若无，伊就是一个算命先，知影新闻东会卖了真好，知影未来兴华的价值绝对唔拿八十亿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对家己有信心，坚持落去，互因知影咱兴华的单门旗有偌厉害。来，敬单门旗。我搁困过头啊！歹势，我困过头啊！你话困过头，即马才六点半。啊？要唔过需要一杯 double espresso 来面对一个重要决定。来啊！等下，你唔是甲我讲一个，遮尔早甲我叫起来，有啥物代志是？有人要买兴华，真了假的？等下，这算好代志，还是歹代志？其实我嘛唔知影，怀疑我是无赞成。今仔日大家要开会，决定了后要给对方等。哎，假使是你，你敢会买？兴华唔是我的，我哪会知影？要唔过，假使有人要买我的咖啡厅，我袂买。也要去小姐。等等。加油。多谢，我就需要浪起来。我来了。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啊？我伫工厂甲因斗阵一段时间，发现因拢是几十年的老员工，对兴华拢有真深的感情。公司对因来讲，就好参像一个大家庭。我无想要让因感觉咱要放散因。所以。你反对卖公司？嗯，我唔知影幽莲文琪，还佫有其他的人是安怎想。要唔过我感觉，兴华这间公司就等于是涨价，无涨价的兴华，无算是兴华。所以，咱要有使命感，袂当因为别人出关价，咱就把公司卖予别人。你讲话愈来愈像头家娘啊！啊，你果然是我张家成的好牵手。无唔对，兴华是咱张家的，麦当讲，伊是我第六个囡仔，我哪有可能把我的囡仔放咧唔管？所以你无要卖？我爱卖。万一幽莲甲文琪，伊有其他想法嘞？放心，只要认同家己是张家的人，想法一定拢共款。
收档。安怎考虑了啥款？郭小姐，多谢你对刑罚的肯定。不过，阮决定啊，我爱无刑罚。阿娘，好，安尼以后咱就是竞争对手啊，我绝对袂冷清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从啥？拄只看到你的海报，就想你啊。也唔过边啊，迄个查甫根本是假。应该放你一个人就好。执行长吃醋啊！我哪会跟那种无名的妈都计较？我会记得前几天啊，别人说我是无名的妈都啊。其实那个查甫囡仔袂歹，无得靠，我会介意着伊哦。你搁讲我吃醋？你这才叫吃醋。对啦，发表会讲，我会叫秘书加买一挂花，好花布置。就安尼哦，你袂来啊？当然会啊，为着你，我一定到。我先去开会，等下卡好你。哼，要来，哪会无甲我讲一声？我要兴华迄个专柜，叫伊让出来给我。已经甲人抢标啊，唔是叫人让就会当让啊。违约金偌济？你讲啊，钱我替你赔。甲这么好的专柜，予人卖迄个无人知影的新品牌，伤冒险嘛，根本无像你的作风。我看你应该是为迄个原主理，所以才予兴华降班伊，对无？你讲什么啊？甲兴华签约时阵，根本还袂找原主理代言啊。你记了阁真清楚，连人啥物时阵找原助理，你拢知影。这敢真奇怪，我甲兴华讲合作遐久，人当时找代言人，我也唔知影。也阁有，甲你啥物地带？我替你感觉可笑啊！阮公司代理遮尼侪名牌，兴华偏偏要甲我竞争，安尼到最后。伊一定会输到足凄惨的。你甲这么好的专柜给因，因的业绩若是一直拢无做起来，到最后，敢不是嘛影响着恁？搁再讲，这边你烦恼，照合约，半年来，卡输因的业绩无达成，因主动就会搬走。我起码就会当甲你保证，唔免半年，因三个月内就会消失啦。飞弟，迄个专柜我是甲你订，半年后比好嘞，要进是进入。哼，咱找人的广告，敢已经打出去啊？透早就打，已经收到真侪人的资料，我会收集一礼拜，才整理好合同工况。我希望第一批新人入来了后，会当赶紧了解咱工厂的运作，把生产进度报起来。等新运动就市啊，到时阵咱部门员工都要全部备战啊。是，我知影。辛苦啊。丽丽。什么代志？我听到你甲廖组长讲，公司要找人。公司不是要卖掉啊？为什么还要找人？这件代志已经讨论过了，决定不卖。当时决定的啊。哎，阿姐不是讲有三天的时间会考虑，时间还未到呢。而且我廖准阿姐会找大家讨论啊，哪会遐紧就决定啊？大家意见拢同款，拢感觉无应该把兴华卖掉。唔，那安尼，而且大家搁爱全力支持文琪，把新运动的品牌做起来。唔是讲爱参考大家意见。恁阿姐已经拒绝美孚的股东，
这件代志就卖阁讲啊。这个公婆淡薄寡，你等下替我走一撮，摕去公司那边。哎，对了，处理所有代志，你甲朱外之家处理了啥款？我这两天无闲出货，无闲甲袂记。伊也毋过你放心，我会赶紧处理。我毋是讲过，处理所真重要，爱大家拼命讲赶货，就爱让大家会当安心，无需要烦恼。你赶紧去处理，莫阁出问题啊！是发表会的 round down， 头前三分钟主持人会讲几句，再来介绍艺人上台，用十分钟来介绍咱新运动的设计理念，还佮有特色。最后会请助理，还佮有交环上台走秀。隆重展示十套第一批重点的款式。等一下，交环是安怎无来开会？唔是讲两个人做伙走秀，女主角拢到位啊，男主角哪会当无伫的？发表会是以助理为主，若有甚物需要交换配合的，则该通知就好。那恁的经纪人 Albert 嘛爱来听一下啊。阿平拄好出国啊 ，Alan， 你有甚物要甲因讲的，我会当替你讲。我是感觉，既然发表会交换拢要上台啊。安尼，微电影是毋是会当重新考虑，和朱莉甲乔凡合作？安尼，规个宣传的风格拢同款，嘛较好啊。亲爱的，你讲对无？嗯，我感觉袂歹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是乔凡，或者是伊经纪人在现场，咱就会当直接问因，敢要合作？来，这件代志定落来。Alan， 咱顶届毋是已经投票，大家拢无选有乔凡的迄个剧本啊？对啊，而且游动那边分镜已经做好啊，予伊白了工嘛真歹势啊。这你免烦恼啊，游动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只要甲伊讲一声，伊袂计较的啦。而且迄天投票，哪有大家拢讲好，根本是因为差不多，我只好放弃。再来一届，无得靠结果就无共款啊。假使搁要投票，我嘛会选两个人的剧本。恁看，恁看，恁看。我就讲啊，我甲尤导的剧本较好，新运动就是男装女装拢爱卖，我想拢无，是安怎恁遐尔坚持用只有女主角剧本？其实我有甲阿撇阁有交欢迎讨论过啊，是因家己无想要接微电影这个工课。什么？交欢伊是新人呢，遮尔好的机会，伊是安怎唔接？可能伊对家己的演技无自信啊，或者是已经有安排其他的工课啊，或者是哎呦，飞弟，微电影的代志已经决定啊，咱就唔免阁讨论这件代志啊。欣欣，继续讨论发表会的流程。是，查理文。不好意思，欣欣，你等于隔壁来啊。哦。你再把收钱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爱付钱，我哪有遐多钱啦？你是他妈小气来着！交还电话给我等啊啦！交还来啊！哎对，警察你来，我有代志要问伊。我给你咖啡。哎，走走走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我摕着好哈，多谢。妹啊，这部好摕，我摕一摕。哎，妹，我家己摕着好，你去无用，去无用啦，好，拜拜。哎呦，听助理一直乌鲁交换咖啡，足好啉。无啉咖啡因饮料的我，今日就来啉看卖。嗨 ，Alan。嗨，交换。阮内底拄好在讨论发表会的 round down， 你嘛来听啊？哦，好啊，安尼咖啡也是我提。阁有啥物问题？哦，无，
我感觉排了真好。安尼你会当怎？欣欣送伊出去。好是。Wait， 交还交还，你是安怎无想要拍微电影？甲朱莉合作拍戏是真难得的机会哦，你是安怎要放弃？你是惊你的演技无好，还是有啥物原因你无方便讲？而且，阮朱莉足希望甲你阁合作的，对不？顶个做伙翕相感觉真好啊，若是阁要拍微电影，一定会当有阁较侪无同款的效果。我俩阵是你无希望我拍微电影，无人安尼想啊，要哪会嘞？想啊想啊，想乎你有这种想法啊！阮之前开会讨论的时阵，大家拢足希望会当阁甲恁合作，我甲尤导吼，阁专工设计一出真适合恁两个剧本呢。我会记得阁讲要去交换咖啡厅拍呢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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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是尤导讲的。这件代志是毋是有人在黑白传话？嗯？一定是迄个经纪人 Albert 对吧？想要提悬介绍，欣欣，替我约伊，我直接甲伊讲。我阮是无啦 ，Alan， 你莫误会。之前咱毋是投票选迄个无男主角的剧本，第迄了后，阮就无甲阿平讲啊。既然安尼，交换嘛伫遮，咱直接来讨论。我无意见。拄好，剧本我有早在欣赏，好的创意我会放伫伸手就摕到的所在。来，交换你看一下。来，坐啊，坐你看。好。这是一个孤单追求梦想的女主角，甲查甫囡仔，因为运动失散。回来啊。我回来啊。真忝吼，敢卖煮面互你食？免啦，我咧工厂食便当。辛苦啊！我真是想无，为什么要甲家己舞到遐忝？你当然是为着咱家啊！我知影你足辛苦的。你知影有啥物路用？我咧工厂就敢若甲我共款，啥物代志拢爱做呢？哎呦，莫安尼想啦！明凤阿姨就是相信你，才会甲代志拢交代互你去处理，这表示你足重要。莫再讲着伊啊！伊即马甲恁大哥大姐是共国的，啊，毋想看卖当初伊放弃会时阵是谁在挺伊？伊即马甲我当作细汉的呢，愈想愈无价值。你又搁来啊？拢是一家人，计较遐尼济创啥？上好是一家人啦。袂兴华，因门关起来，家己讨论就做决定啊，拢无甲我囥在眼内。你讲啥？迄袂兴华？你毋知影？伊无问你哦、喔，你敢知影对方出偌济？80亿呢？80亿，咱会分偌济啊？因讲唔卖就唔卖，连你都无问，你搁甲因一家人？我看、喔、你是青婚人啊！你唔是讲大家拢足无用的，应该是无用甲袂记甲我讲啊？哦对哦，因拢足无用的。无用甲袂记咧涨价，阁有单文玲啊！你讲话敢一定爱遮尔歹听？可能因真是足无用的，所以袂记你啊！我平大甲你讲啊，无你家己去证明啊！你去找因，看因哦，敢有甲你当作涨价的人？啊，顺线吼，看因敢会想起来袂兴华这件代志，无甲你讲。入去给会室嘞，杨哥给会室嘞，伊敢会原谅我？
刷刷去，伊即马一定搁伫咧生气，几两工才来好啊！哦，早晚拢爱面对，还是入去会室的啦。大姐好，卡婷，你要下班啊？对啊，恁哪会伫咧外口行来行去？我入去啊。无啦，我拄才伫咧想代志。卡婷，我问你，交换今仔日啥款啊？伊袂歹啊，安怎？你敢有感觉伊今仔日面较臭？哦，敢若有呢？是毋是送咖啡去雄华，回来了后就有淡薄无欢喜？敢若是呢？伊送咖啡回来了后，就感觉心情无好，拢无啥讲话，看起来怪怪。一定少少少无欢喜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不要紧哦。哦，无不要紧，你紧回去啦。拜拜，拜拜。你不爱问我要啉什么哦？你应该不是啉咖啡的吼。好啦，我嘛唔知我是安怎这么戆，我只是讲一个白菜，想讲等代志结束就好。结果我为着卖鼻孔，就讲搁较济白菜，我嘛唔知影代志是安怎会变到安尼，是我唔对，是嘞。你为什么要讲白菜？因为我无希望你甲原助理阁合作。顶个在恁遐皮看到恁两个遐尼啊亲密，我会吃醋。OK， 所以因为你无介意，就会当决定我干要接 case。之前你无介意，我就袂当拍微电影。即马你介意啊，我就爱去参加发表会。好啦，我已经承认我安尼做真戆啊，你就原谅我嘛。唔是啊。同款的代志到底发生几遍？之前你想要把我的店变作连锁店，为什么总是你单方面在要求我？敢讲因为咱差几落岁是姐弟恋，我着什么代志拢爱听你的心？即摆是要来算小心，无你到底想变怎？先卖讲感情啦。以后就恢复单纯的头家跟妈祖的关系，因为只要你是头家，不管你讲啥，我拢会听。你伫咧讲啥？你哪唔想看卖啊？那不是因为咱的关系，你敢才会着这个 case？ 安尼我甘愿，你莫替我接这个 case。就是安尼，等这个 case 结束了后才讲。店休困啊，你要啉咖啡，明仔载才来。你若不是阮男朋友，我才变多插你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。这么快就说好啊？是啊，刚才新华业副经理靠我，他说空间都已经散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差不多拜五就可以搬一些东西过去了。实在很好耶，你如果总算有一个地方可以安顿好势啊。我真是要跟你说多谢，你不能替我找到清楚，还增加我的收入，所以我会把新华员工托理所办好好，不让你失望的。老子我只是负责看线，真是很欢喜你两边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好啦，我卖甲你叫了啊，我先去陪囡仔看物件。嗯，保持联络，再见。老子拄只看好你哦。老子甲我讲，这礼拜会搬一寡物件去兴华工厂，才顺利。
拢爱多谢我的军师斗三工。问题有解决就好啊。对啦，你甲兴国银行讲了啥款？贷款敢会申报了？啊，无消息啦，我会打电话去问啦。你看结果啥款，才甲我讲。若是有需要，我才出面替你讲。好啊。行啦，我顺便送你上班。我整理一下。好，我去车顶等你。总监，你小妹来找你，我才会去办公室等。好，多谢。哎，总监，你昨昏无睏好，你有乌目镜。我最近有买一支遮瑕膏，足好用的，我等下借你。唔免啦，我人家比就好。这是倒一间诶？我叫是你干那林家欢的咖啡呢？咖啡就咖啡啊，大家拢人同款的，人过嘛是会生啊。阿姊，哎、欸，你哪来？我想讲，足久无见面啦，我有烘一挂新口味的饼，要互你食。足好诶，我自从到即马拢无食物件，你坐。最近真无闲吼，无你哪会拢无食物件啊？唉，规日就是有一堆互人真烦的代志啊。我有听冠华讲，最近公司敢若有发生一挂代志。就新闻党要开发表会啊，大家拢足无闲的。那是有需要斗三工的所在，你会当甲我讲啊，反正我会当斗三工。甲你讲要创啥，你也唔捌啊。啊，我今日要去看会场，是约几点啊？约几点啊？我看卖。安尼，除了这件代志，敢阁有其他什么代志啊？代志真多，要唔过跟你无关系，你着做好你的家庭主妇，啥物拢免烦恼。陈文玲，唔对哦，你来雄雄再来找我，是不是啊？冠华哥有白来啊？无啦，伊真好啊，跟你同款，工课就无闲。无就好，我要开会啊，你紧回去。多谢你的饼。这件代志我会赶紧处理，就此了啊！宣传的部分就要麻烦您斗三工啊。嗯，哦，好，多谢多谢，好，再见。喂，我行政部张总监，我的报表好啊未？麻烦即马替我送过来。文玲，你哪会来公司？我有烘一挂新口味的饼，想要予恁食看卖。好，多谢。哎，对了，顶届你替大家订的鸡汤是倒一间的？惠敏甲伊妈拢感觉好啉。因介意哦，安尼就甲我讲啊，我搁替因用网络订就好啊，搁会当直接送去因家。阿兄，你爱加啉一挂鸡汤，补一下身体。我无想要麻烦你，你甲网页传予我，我家己订啦。袂啦，一点仔拢袂麻烦。喂，啊，替我饮两分，好，好，多谢。安尼，无你看偌济钱，我才给你啦。免啦，拢是一家人，免客气，我付就好啊。阿兄，我听冠华讲，最近公司，请你啦。歹势，总监，你刚讲副总约好在一点半要开会，时间到啊。哦，好，我知影。你拄则讲公司安怎是？公司最近是毋是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公司最近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歹势。喂，吴副总，歹势，你阁稍等一下。文玲，这通电话真着急，你阁等一下。不要紧啦，你无闲，我要转去啊。好，谢你啊。喂，吴副总。
你拄则讲会议要安排伫后礼拜五是吗？我知影你毋是张家的亲生查某囝，所以严格来讲，你毋是张家的人。我是一个知影秀才的人，假使你愿意来美服呢，我一定好好重用你。顶个讲的收容所总统会勘，安排伫个后礼拜二，你的时间会使无？我已经照讲好，替你解决住下自家的代志。以后若有甲议会阁有关系的工课，麻烦你找别人斗相共。我会当发现你对政治的热情并无消失，你是介意政治的，甚至会当讲是享受政治。这点，你卖阁骗你家己啊！山。